我是2021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anelle 刘晨妍。在参加华姐的这三个月来，我所经历的一切都造就了今天更加充实自信的自己。无论是挑战自我、开拓眼界，亦或是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在这里都可以实现。今年华姐的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31日，快来踊跃参与吧。2022华裔小姐竞选全国招募，东西两岸现正同步展开。有关2022华裔小姐竞选，请浏览新时代电视网页 www.fairchildtv.com。 截止报名日期8月31日。